接下来看看第十组啊，第十五组的参赛者这部作品，这部作品最近非常的夯。这部作品呢是由角川游戏所开发，由 DMM.com 呢来提供营运的一个网页游戏。网页游戏要在最近很红的话，大概就是那一款。那一款是什么呢？那一款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轴。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在海洋上面呢是军舰跟军舰的一个战斗。玩家呢很简单，玩家要做的就是收集这个拟人化之后的军舰啊、舰娘来打倒敌人。那在众多军舰当中，有两个军舰呢很重要，要跟大家介绍，一个叫做 Musashi 五藏，另外一个叫做亚头大和哦，大家可能听过这个军舰哦。那像大和的话，它是这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军舰，曾经是啦，那因为后来沉了。那同样的呢，以大和的这样子的一个级别，它自己有一个级叫大和级战舰。所有有大和这么大 size 的就称之为大和级，而以大和呢为基础所改造出来的战舰呢就是 Musashi 五藏。让我们呢一起来欢迎第十组回文珍阿照带来这部作品，是最近非常夯的《钢铁 Collection》《钢火力》。这个然后舰队沉了，我们就只能下水去捞，这个没有办法。可是战争的确是不好的，我们尽可能还是避免战争。非常棒的一个演出，我们仅现有的部分转给大家看看。其实你知道很多很细节部分，我们往前站一步好不好？我们往前站一步，包含了像是 torpedo 什么那个鱼雷的部分、啊、都非常的细。假弹啊，当然是假的，如果真的会爆的话我就惨了。好，来转一圈给大家看看。哎呀，好。谢谢你们的演出，希望你们有很好的成绩。谢谢第十组回文珍阿照的《钢铁 Collection》钢铁。所以这个故事真的很好、哦、那我想大概也能了解为什么了。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玩一下这游戏。那同人衍生创作真的也非常的多，非常棒的一部作，非常棒的一个游戏衍生出来的相关作品。